好了，各位需要帮忙，大家好，我是本田老刘。老刘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视频。我也希望呢，我的所有粉丝以及所有的本田用户呢，都应该看看这个视频。因为呢，我在视频当中啊，一直教大家怎么样尽量去避免入坑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一样的啊，还是教大家怎么样避免入坑。因为呢，在这里入坑的小伙伴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么在拍这个视频之前呢，老刘有两句话要说啊。第一呢，为什么现在要在家里拍啊？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第一呢，上班的时候啊，车间里面非常的吵啊。我相信呢，很多小伙伴啊，都去过本田 4S 店车间里面啊，那里面是真的很吵啊，特别是用那些风炮打螺丝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吵啊，声音太大了，没有办法拍视频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高温啊，车间里面真的是像蒸笼一样啊，从早上到晚上啊，这个身上都是湿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今天为什么我要拍这个视频。大家先看一下我桌子上摆的这些东西啊，一个盒子啊，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保养常用件啊，机油三滤啊，一个机油，一个机油滤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简称机油三滤啊，大家一定经常听说机油三滤啊，这也是我们基本上换的最勤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里面的利润也是最高的啊，很多人就打上这个主意啊。那么以前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呢，都会知道啊，老刘在之前呢给大家已经介绍过啊，机油啊，什么滤芯啊，都给大家拍过这些视频啊。那么老刘今天呢，为什么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再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呢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一次又有故事了啊，老刘又给你们讲故事了。故事呢是这样的啊，话说几个月前啊，有一位粉丝呢向我反映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他问我，老刘你是不是在网上开网店卖东西啊，我说没有啊。他然后跟我说呢，有人用你的视频在网上做推广做宣传。那么在几个月前呢，我也没当回事啊，但是呢就在前几天，还是那位热心的粉丝啊，他又给我发微信，然后他还截图给我看啊，说那个视频还在，人家还在用你的视频做推广做宣传。那么我呢本身就是个非常实在的人，你用我的视频你就用啊，你跟我说一声也行，你不跟我说一声也行，你拿去用可以的啊，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拿我的视频啊去做坏事。然后呢我就在某宝啊上面找到这家店铺，然后我就会发现啊，他卖的很多都是这些啊机油三滤啊，然后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卖的东西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呢我就很担心你卖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原厂配件啊，客服也跟我说啊，他卖的是原厂正品啊，支持全国 4S 店的验货。但是我呢看到这个机油的价格呢，我是无法接受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如果说你卖的是正宗原厂的机油，老刘在这里免费给你做广告了啊。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你用我的视频去做推广做广告可以啊，你不要害人啊，不要做坏事。那么这一次呢，老刘也是下了血本啊，特意从那家店铺啊买来了直筒机油啊加三滤啊，所以说给大家一起看一看啊。那么这边这些东西呢都是 4S 店原厂正品的配件啊，这个呢就是我从他店铺发过来的啊，还没有开包，原厂原封啊，还没有开包。一会儿呢老刘就跟你们啊用视频一起来看看这里面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么便宜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正品啊。如果说这个价格能买到原厂正品的啊机油以及它的三滤啊，绝对是给本田车主们造福了，所以说老刘在这里必须给他点赞。如果说我们待会开封之后啊，如果说跟原厂的啊进行一个对比，如果说不一样，在这里不好意思啊，我该投诉的投诉。那么这个故事呢讲到这里啊，时间已经很长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带大家一起去开箱验货啊，下个视频见。最后呢，喜欢本田开本田的关注一下本田老刘。